这个是什么鹅你们知不知道？这么大个鹅。今天的话来果园这里扎果啊，我带你们看一下啊，这个是泪鸡，泪鸡扎完了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扎这个果子啊，扎了几个这个，我那边扎，你们看这个，来扎这个去，这个是黄皮果啊，基因上强了，见没有？这里还有好多这个。他自己生长在这里的，没人打理过啊。这个是黄皮果啊，不用钱的啊，都可以摘来吃的啊。这里整个溪都是啊，随便上去摘。好多这个王牌，二十多块走的呢。老爷啊，一身大汗，很好吃这个，这个是黄皮，这里好多这个黄皮吃啊，一山都是，不用钱买啊，自己生在这里。随便摘来吃。好吃。就摘了这么小袋啊，就摘了这一点点，不摘了，好热啊。看看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鸟，这个鸟，这里养有好多这些动物，这些
鸡啊、鸡啊，带你们看看这里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黑山羊，喵。这个羊哪里也有两个。这个是走地羊，黑山羊啊，这里还有那个龙眼啊，你看那个龙眼细，那个龙眼还没有大，这个是鸭仔，你们看看这个，这个龙眼，这几个试一下。没有大，还小，没有肉，这龙眼不行，没有肉吃不得，扎了好多王牌啊。好热，50-60度都有这个天气。你看这个蛋也有烂了，这样浪费啊，这个蛋。这些鸡就是吃这个的，这些鸡啊，那些鸭，这些走带鸡走带鸭可以啊，这个好吃啊。